欢迎回来，国际新闻焦点带您关心。太平洋岛国巴布尤尼亚几内亚在台湾时间下午3:10发生了规模7.2强震，震央是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潘古纳西南方149公里处，深度只有22公里，属于浅层地震。美国地质调查所并没有发布海啸警报，但是地震专家说沿岸可能会出现危险海浪，目前还没有传出灾损和伤亡，这是当地最新一起强烈地震。